做杏仁酸之前，你可以想想看杏仁酸本身是干嘛？它主要是藉由腐蚀你的角质层，然后达到它的效果的。所以呢，如果让它穿透太快，或者是角质层不平整的情况下，这些东西都尽量避免。所以七天之前不可以用任何酸类的东西，包括水杨酸、杏仁酸、果酸、A 酸，甚至杜鹃花酸都要尽量少。第二点就是不要乱磨砂去角质了。如果你去磨砂去角质，也会破坏你的角质结构，这样也是很不妥的一件事情。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肤况。如果你比如说正值晒伤，皮肤本身有发炎的状态，有酒糟、有脂漏性皮肤炎发作的状态，或者皮肤觉得很敏感、很粗糙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都不适宜做治疗。